宣布了三年抱两的郭富城，这日出席新年活动时就说过年心情都不同了，整个表情都告诉你他多幸福啊。但是幸福的，因为真的自从有了家庭有了小朋友，我觉得今年因为女女已经开始识讲很多嘢啦，咁今年第二年去同妈妈拜年嘅时候咧，咁佢对住妈妈，对住我妈妈就讲妈妈，咁妈妈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啊，好冧咯。咁尤其是即系我觉得做仔嘅见到妈妈好开心，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好大嘅欣慰咯。虽然是会攰啲啦，老实讲真系噶，你又要照顾小朋友，又要照顾太太，又要照顾妈妈屋企人，咁又要同小朋友玩，咁其实真系几忙下。咁身边嘅朋友其实都少见面咗，咁但系家庭乐就即系好幸福。而家我就知道咩真系幸福咯。至于之前有指天王嫂方媛过寿，醒醒就叫大家唔使担心啦。唔係，其實大家會影到，可能我太太會覺得佢比較瘦啲啊。咁本身佢自己，因為佢骨骼又唔係好高大，即係大隻嗰只，咁變咗佢又要抬 B B， 變咗會辛苦啲咯。咁醫生就會覺得佢可能會要佢重啲，食多啲營養咁啊。咁啊已經，佢而家其實已經開始有食營養嗰啲媽媽嘅一啲營養食品啊咁樣，變咗佢而家就開始又重翻啲啊。咁我又唔使咁擔心咯。心情咁緊張，最緊要冇紙平安啊。